嚟呢度過水啊！喂，喂，我哋節目組唔陪嘅喎，你對鞋。哎呀，你唔好嘈啦！試下面咯。哇，聽到 OK 啊，多謝。個保護衣係護住條牛仔褲，唔係護住條衫。係啊，誒，你得我啫。哇，但係真係好污糟啊！呢個變咗真係可以寫毛筆啊！呢個。唉，女啊，遇到呢啲咁嘅出土文物。第一時間啊，梗係淋濕曬成架車，沖走曬啲塵啊，先至慢慢用番鹼水抹啊嘛。跌多啲，跌多啲，跌多啲。我崩潰啊！呢組好特別，佢硬係就搞咗個內籠啲唔等洗嗰啲先。內籠唔等洗咩？即係內籠唔使清啊？水都好喎。哎哟 ,CK 你又想陰忍，洗車的程序應該由內到外的，清潔曬個內籠之後就不怕開車門的時候跌曬啲嘢入去啦，係咪？哇，地下啲水好污糟啊，大佬。勁多塵啊，呢架車咪十年冇洗過啊。唔得，放棄啊，我唔吸啦。點啊，放棄吸塵機啊？吸唔到啊。收翻噶啦，嗱，你收啊，你收，你收，用完啦嘛，买啊，哇，咁污糟嘅，我呢边未抹啊，死啦死啦，报纸点抹噶，块玻璃，揸埋一嚿嘢喎，爷爷，边个教你用报纸抹玻璃噶？大家咯，大家有啲谂法喎，但系咪咁噶？但系通常系配合玻璃水嘅，好少用清水就抹得到，仲要用墨水。你哋嘅洗車時間仲有25分鐘。哇！哇！你呢桶墨汁，喂喂喂，俾鏡頭睇下，攞桶墨汁嚟先。拜拜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